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有一长方形的设置啊，长80公分，宽36公分的，若将此长方形设置哈，全部剪成大小不一定相同的正方形设置，那最少可以剪成多少张？它要剪成一些这个正方形，这些正方形的话哈，大小可以不一样。他说呢，最少可以减多少张？那最少可以减多少张的话，你当然每一次的话，尽量减啊，尽量减，使得它的那个呢面积越大越好啊。所以的话，我第一次减的话，当然是以这个呢当边长，然后边长的话呢，然后我减的话呢，就会有两个嘛，就是说哈，等于什么？等于是80除以36，看有几个36，我就是说哈。那我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叫做辗转相除法哈。我现在用什么？用80除以36。哦，80除以36啊，用二，二六十二嘛，积一，23得6，7，我剩下的8公分，哦，可以呢，剪成呢2个36，也就是说哈，1个36啊。啊，2个36，啊，剩下8公分了，这个太大了。这里的话啊，就剩下8公分了啊。这个的话就剩下8公分了啊。那有2个大的那个正方形，所以已经切掉2张了。我切出2个正方形来，这是二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是36嘛，那我就36除以8。我这36的话除以八，用多少？八四呢？多少呢？32嘛。哦，八四三十二，哦，余四。也就是说哈，我这个可以切什么呢？切四张啊，切四张，哦，切四张，八四三十二嘛，哦，给它切四张，我切四张了哈，还是太大了。我就是，就是1、2、3、4，好，切出四张来哈，四张来哈，这个是32嘛，啊，这32，那余到余四了，余四，这个就是余四啊。这个是八了啊，那这是4，8。那现在的话，1、2、3、4，四张的话就是这个4了，这二的话就是这2个了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剩下这一块啊，这一块还没切，这些都是正方形的，这些都是正方形，这个还没切嘛。那这边长是4，这是8，所以一切的话呢，就2个正方形了，也就我4、8除以4嘛。用二，二是得八，刚好整除啊，又切出2张来，哦，切出2张来，这是八跟四嘛，切出2张，这是有2张，所以这两张的话就代表这2张，二加多少呢？二加呢，一二三四，这4张，这4张代表这4张，啊加多少呢？加这个最大2张，这2张就是这2张，所以你用辗转相除法的话，把这个东西哈，把它给找出来，啊，全部加起来就是答案了。所以是2加4加2等于多少？8张了。所以呢，答案就是8张。